太吵太吵太吵！我操！六十滴血啊，大哥啊，死定了啦！我挡。要死了啦！要死翘翘啦！都不能回血，傻眼！残血破关不可能啦！这是不可能的事！我要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做不到。啊！被敲到啦！奇怪，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？我怎么打不过啊？我一想到的问题就是这游戏不适合我啊，对吧？退后。哎呀，这个没按到。解说很闷欸，这是加血量的嘛？那这个是加啊！开局是这个、哦。啊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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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天啊，在冲啥？哎、欸，快滚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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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关卡、啊？现在退款还来得及哟、哦，没有啊，已经玩超过两小时了。被定格啦，躲不掉，什么鬼？不要！啊！格挡后。主要武器会在两秒内造成暴击伤害，拼格挡喽。
各位钱呐、啊！易爆死，敌人被火烧死后，过一会就是爆炸。哇！啊，不能爆你后，忘记分又火了。哎呀呀！哎呀呀！这什么？太多钱了吧，没地方花。有钱没地方花。哎，回血回血。回个回个。好了好了。我隔挡了，我确确实实隔挡了，哎，哎，我隔挡了，人生啊，如梦啊。
水佛珠溜，阿夫层层。夜静红安安。打 boss。武器三是什么？长矛。毒系毒系，蓄力一级。哎嘿。要滚了！好像在笑我，你听啊。五十分，十分钟打得完吗？我就是打不完欸，我们轻松玩，随便玩。砸魂金，没安那怕。十分钟，啊，直接去拿武器。哎呀！在最后地方死了三次，没有，那就是王吼，小王包总是打不过就很难过啊。很难过，不是会哭的难过，就很难过关。变了啦！我滚！砰！七分钟。啊，这是不是没钱？八点来报道，安安。歼灭哦，歼灭的话，看哪张地图吧，因为我其实有点想法。啊，这感觉可以训练太刀哎。
不能贪，真的不能贪到的游戏了。快滚！我明明看到就滚不走，去死啊！西藏。你要嘛有输出，有输出就会受伤；要嘛没输出，没输出至少保命。靠边啊！55分，时快到喽，要准备喽！啊，一二一，啊，怎么是火把？一二三啊！一二，哇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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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97滴，啊，随便玩，赶快死一死，我们去卖快了。我挡的，我挡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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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好刚好刚好。有时候你知道吗？准备挥下去的瞬间，他就要攻击了。那一瞬间，我就想按防御了。啊啊！好啦，换麦快喽！离开神庙，看一下我标题有没有改好。麦快八点爬个塔可以，没问题。麦快夫，什么版本啊？1.15.2。哎呦，来看一下哈。
哇，这什么鬼？这是新地图哎。感谢欧俊腾的十颗星星。我今天人好少，太厉害了！你要做什么？太厉害了！欸、哇，怎么这么强、啊？哇，这是什么？谢谢啊，谢谢啊啊！谢谢，一看到就流水啦，一看到就流水，完了，水都流出来了，这有一点猛啊！流什么？流什么？流眼泪啊！流鼻水、啊，口水，流口水啊！好啊，好想知道怎么做的哦！哇，口水都流下来了，我靠！我的妈呀！太漏了，开台了哦！开台了，我要来开。开车了哦！对，开台了。有人掉下去了哦！谁掉下去了？嗯，我来推行这种指令包。什么？会让人来做会让人流口水的指令吗？会让人流口水的指令。会让人流水的指令。开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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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车开了。哦，刚刚开了，开车了，对不对？开台就开车，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样子已经播出去了，来不及了。开对东西哦，不要开错哦。不要开错，不要开错哦。嗯，人不要乱跑啊！我们要八点六，八点六。哦，你刚刚跑下去，好，我现在不下来了。有他帮他帮你，他的重生点怪怪的。注意。他写床遗失哦，他说这个这一个地图的作者吗？好，我没有说指定高作者。哦，在讲这个作者怎样啊？怪，地图作者我不知道是谁的。怪怪的，好，怪好。今天这个是中介风的歼灭二哦。哇哦！哎呦，哎呦，感觉很帅气。这个是这个。哎呦，重整一下。好，这个是叫做磁铁的人制作的地图，磁铁，巴哈上分享。嗯，如果大家有这种地图，都可以分享在哈记的巴哈那里，那我们就会慢慢的看。耶，哈记的那里，对。发在哈记的下面那里，对，哈记的之内，哦，好哦，哇，大家可以先来看看他的这个地图，他的核心有够赤裸的，好可怕哦，核心很赤裸，可是哎，你干嘛？谁说的？宝宝，谁乱打？宝宝，请勿动左手，大家都冲撞哦，请勿动左手。我感觉前排是很赤裸。对，而且他把那个重生点都设在核心，所以没有外面的重生点。哦哦，有哎。对，所以这个核心要小心。嗯，然后木头就在隔壁。对，好。然后铁的话是在这里，也是在核心的旁边。好近哦，很近啊。然后有一个是比较难发现的，就是在后面这里，这里是那个红石跟青金石。哇，藏这么一片，哇，好一片哦，好深哦。然后黄金跟绿宝石就是蛮外围，超不安全的，偏僻啊，非常的平。嗯，想要埋住自己，感觉也很困难。嗯，对，妈呀。然后中间就是过这桥，旁边都有栅栏，但是其实都可以打掉。然后中间呢是岩浆哦，哦，钻石则是在下方，所以钻石也是可以来取的。两格深度啊！哇，这个两格深度哎，哎呦，岩浆只有两格深，所以还好。哦，岩浆在这，嗯，起来。所以我觉得反正是最重要是家里的水源要小心，如果都没的话，嗯，就很可怕了。对啊，大底上就是这样啊，感觉还蛮酷的。嗯，我们就来挑战看看哦。好，好。啊，他就是召唤师有要怎样吗？还是无限制？无限制啊，无限制啊。好。哦，有修正的是不是？哦，还没修啊。好好好。还没。好好。芳芳想要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嗯。想怎么玩？谁？甜菜根跟甜菜虫子。谁把 TP 上来了？谁打错指令？上来了。有人打错指令，对不起，哇，完了，
哇！重开，重开，重开！所有的生物都过来了，他们好拥挤。你怎么打的啊？我怎么了？哦，这是怎么 TP 的、啊？你是打所有的小兵斜线一？我还不知道可以这样 TP、欸。没有，我新学的指令，想说秀给大家看一眼。你一定是跟本机学的。知道小老鼠 A， 真的。你跟本机学的、哦，居然有这种的玩法，哇，好酷、哦！全部都把它弄上来了。我会了，我会了。你会了，你会了，你会了，会了，会新的方式了。嘿，对，好恐怖哦，这个这个 TP 好恐怖啊！记忆深刻的指令，嗯，对，小老鼠真的是蛮记忆深刻的。没事啊。有人要杀自己，可立了自己身上的东西而已。有啊，对啊。谁有变可立的？谁这么呆呀、啊？哦，不知道谁。这也差太多了吧？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业配的嫌疑啊？你是在骗你的洗发精啊？为什么是业配？啊、有了，进来了。有一个洗发精叫那个可立的。啊、哦、你这才是业配吧你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事了没事了，大家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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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想要再看一次有没有？哇，地主作者哈继续要玩、啊、哦，这么厉害的地图哦！紫冰包一换就是有新的地图。再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分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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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赶快先捧，捧起来，捧起来，可以分了，捧起来。哦。Okay. 就一样哦，间谍开启，好，好，间谍开启，开启间谍模式，啊，你再下楼，下去下去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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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去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下去下去，下去，这个地图让我好好迷茫哦，我在想这到底是哪个游戏。很酷、欸、其实我觉得用水包核心真的很强哎、欸，水没，可是它只能在很外围啊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可是就是很外围哦，因为核心附近是水是会被清掉的。哦，对，你可以试试看、哦。对，就是你想要用黑曜石放核心那些，其实都没有办法、哦，就是附近会被清。对耶，对，这是岩浆哎。地图做得很厉害了，对，你是可以做出黑曜石来啦，只是至少核心附近是没办法放。那我可以捞水桶啊，捞桶子去包，把对啊，可以啊，把身边围一圈。没有，就是一样，核心附近岩浆倒不出来。对对对，啊，没问题，什么那就我要当矿工。要玩什么呢？召唤师耍废。我召唤师不耍废啊，召唤师超签字啊、哎，很猛的。对啊，没有耍废的召唤师，这不用装备也适合我。哈，召唤师可以穿装的好吗？他是武器，他是武器，不能拿铁字以上的。这样很，但是你斧头可以拿，木斧、石斧就够了。嗯，看看哦。有了。要玩什么？那我繁星要守还是要挖？看你啊，你是说挖是挖核心还是挖矿？核心啊。我在想结界师也可以耶、欸，在他结界师冲过他们的路上可以放个加速啊之类的，都行啊，都行啊。在猜啊，在想。好，结界师，我们哇，我们的选择很偏门哦，矿工、结界师、刺客、贵族、召唤师，哇，可以啦，超强，大家都不一样。对、啊、，OK。OK， 我想要再来刺一次啊！好啊，刺一次啊！不能拿弓，好，没问题。让我们刺打刀。哦，阿米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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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。那然后他附魔台好像就要自己弄了。哦，这个附魔台自己盖。对，没有野生的附魔台。哇，野生附魔台。我想，哎。嗯、这地图好像就没有野生的附魔台。别看我，我会害羞。
瓜。你要讲什么？你要讲什么？他打人啊！你打人啊！他竟打我！他竟都打人！好凶啊！凶巴巴哎！哦，这个地图是横向的哎，有点怕怕的，还不习惯是不是？对吧？感觉可以先捞岩浆去对面乱，可是也好累哦。哈基来了，哈基来了，哈基拿着弩。弩哦，他是游侠。游侠。前期也不晓得干嘛，帮忙弄木头。你可以，你可以帮我。好，我都先给你，你帮我。好，我帮你，帮你什么？帮你什么？你需要什么？不是箱子，我要放。箱子没问题，我就是要来帮你做箱子啊。交给你了。箱神。香神，你可以去哈基头上拔。他也是弩。哎、欸，他拿黑曜石、哦，他拿矿工哦。他拿什么？岩浆，他已经先用了。太快了吧。那我也要。那我们也可以用啦、啊。我先去挖矿石。输入法。小心。我去他们家用黑曜石。哎、欸，对耶，你在那个岩浆的正上方埋住那个那个黑曜石啊，绿宝石。他们刚那个就想这样子做。好，洋洋，我知道我脱光光过去啊。好好，我也来，没事。会隐形哎、欸，拜托。好。隐形最猛了。噔噔噔。隐形。哎、欸，我还不知道那个在哪里，绿宝石哪一颗？应该是中间那颗。哦，是哦，对，中间是绿宝石。好，所以你买到黑曜石。哇，太强了！太可怕了，这个。哇，对，放满满的黑曜石过去。你在哪里放？你在哪里放绿宝石？他们的绿宝石。那个本机、啊、小心啊、喔！本机退哦、喔，这里放岩浆喽。我刚该多捞一点岩浆。好。捣乱二人组。你们坏坏。我们很棒。哎、欸，幽灵岩浆。幽灵岩浆。岩浆回来，岩浆回来啊！我还要让他们的水流都没有。对、欸，我要去了，我要去了。哎、欸，让他们没有水。他们就 QQ 了，哦，好聪明哦！对啊，我这是谁教的？哎呦，黑曜石出来了，黑曜石又出来了！冷静啊！哎呀，死卡卡了，弄死掉了！没事，我们等一下继续去乱。我觉得我们要先捞几个水。换哈基来了，几个水？哎、欸，音乐也在狂弄，天哪！哎、欸，他们也来。大家都很兴奋呢、欸。对，你们要先坐庄、啊。那个杨，你那边的东西物资要留着。有，都在我拿着好了，我先拿着。对，你可要拿着。好可怕哦，这个。很可怕的，这个大家太恐怖了。本金你要多少？3个铁。哎、欸，黑曜石。有6个铁吗？有。他们绿宝石里面又一颗黑曜石了，又一颗，又一颗。而且我们右路可以直接过到他们家。我们要不要先捞个两桶水起来，就有无限水源了。然后我已经捞了。好。你要几个？欸、那个秧三个铁就好。嗯。哎、欸，我都丢出去了。那个、哦。哎呦！我又丢回去了。好。这是蜘蛛吧？哎、欸，对，蜘蛛吧。哎、欸，他们从右边来喽，央央你小心哦、喔，有人来了。我有点怕。有他弄我，他站前弄我。哎、欸，有传送果哎、欸。传送果。哎呀，哥来果啊！哥来果。累死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要持续捣乱。啊，我应该穿装了。技能还没好就穿装，你们来穿装吗？哎、欸，那个我们的黑曜石，我们另外一边怎么这么多黑曜石？我直接从那里过去啊！哎呀，又在弄我，太多红色的人了吧？
是谁？引诱我？喂、欸？我的房子全部都是。喂、欸？喂、欸？哎呀！疯狂乱用。那个。狂猫岩浆。哎、欸，我自己弄爆他们，弄爆他们！哎呀，是刚刚后面有人。可以吗？你们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玩得很开心。啊，我你要多少？你要多少个？六个。哇，哎，他们又来了，有来了，他们有一个人来了。团团很凶，团团超凶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上面小心。给我铁装了，团团。团团凶巴巴。我帮你们做装，给拿过去好了。哎，哎，哎，有让他们这边更多黑曜石，但还没弄好。一个铁，他进来了，他进来我们家，小心哦。给你，我们的水流几乎要被堵住了。我有了，我有捞一桶水起来了。我也有。那有了，无限水了。那有无限水吗？我们这边没有，没有水了。我水。乔，你后面。谁后面？啊？干嘛啦？打回去啊！打回去是不是？我在打了。你不要连灰，你不要连灰，你就是连灰。不是因为我你刚刚连灰，我拿这个本来就没伤害。来来来来，那个啊，跳不过去。你来干嘛？没事没事没事。我没有盾的都习惯连灰。哎，改掉。黑曜石，黑曜石，我一点黑曜石。黑曜石真的。那我们有无限水源吗？有有有，我泱泱的箱子那边有一个水桶，可能多。哎，又来了，又来，又来，矿，又来，又来哦，团团又来了。哎，不要让他走，是。哦，那不然你矿坑那边挖个几个横的啊，让我们放无限水源啊。我这边哦。对啊，你赶快挖水啊。哎，我们家又被弄了，这是谁啦？云月，云月一直在那边给我盖黑曜石。那小心哦，不要被偷走。哎呦，晚上喽！哇，咻！我不行。哦，你们放了好多水源哦，多放几个也好。直接是我隐形的时刻啦！是、哦，哎呀，烧死了！啊，宝宝，绿宝石，我们绿宝石都是云月。哎、我直接把小雨烧死，小雨那边还蛮多水的。洋洋，嘿，改挖黄金，改挖黄金。这个，我突然间觉得刺客好强啊！在这个场，他们也有刺客，他们也有刺客哦。要小心哦。我刚免洗。好，黄金，这好容易迷路，我的妈呀！要小心。